你又要干嘛？我答应你，答应我什么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答应和你交往。你早跟我说你喜欢我就行了嘛，那我就不用考虑什么陆子晨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呢先名义上在一起，然后我再无情地把你给抛弃。这样一来，你也算是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了。哦，然后你也自由了，嗯？可是我不喜欢你啊，怎么可能？不喜欢，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？我真的不喜欢你啊。那你……等一下，你不会是在跟我表白吧？没有啊，本公子怎么可能跟你表白啊？你刚刚就是在跟我表白，哎，等一下啊。再来一遍，我录一下。我这个人这辈子从来没有人跟我表过白，而且我也没有拒绝过别人。你再说一遍，出去！刚刚说什么？哎哎哎哎，再说一遍。怎么可能不喜欢我？不可能啊！真的不是我，怎么可能啊？不可能，本公子要去确认一下。钱给我滚回古代去！